1, 2, 3, action! 我哋咁样讲，一刷就啊，棒棒棒，棒棒棒，来棒棒棒，哇 ！OK OK good。翻男的肯定是肯定的，那继续翻，我们给外亚继续翻，他能做都正胜做。我在创作那方面，那我必须要严格的要求。我们主要还是动作喜剧，所以我想了很多非常危险的动作场面。我喜欢做幕后，我喜欢当演员，成就演员。我是特别感激唐导能给我这个机会。这次我觉得导演真的是一个非常精益求精的一个导演。OK,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, thank you.成龙的平台都是致命，而且有难度。他就说：“哎，我还有一分力气，他都会继续做下去。”这份精神是让我非常感动。导演多少个了？180。哇，180了！中国在各行各业的先锋者都叫急先锋。做人做任何一个行业，如果你能勇于创新。勇敢挑战力所不能及的事，你都会成为极限。这部戏是去了我们5个国家9个城市。整个拍摄来讲经历很多，每一部戏跟成龙合作都要有创新，特别一点又要打中又有效，笑中有泪，紧张的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。这次我希望把杨洋啊、艾伦啊、卢奇米亚啊，通过大哥这个国际知名度，那通过我们这么大的预算，我希望是推更多的中国演员推向国际。因为我们中国电影走出去，核心是你要有外国观众能够接受演员。栽培下一代的演员也是我自己觉得急先锋在努力去做的一件事。